来，请问鱼介鸡白汤是哪一位的呢？这里。哎，好的，帮你放这边哦。吃的时候小心碗旁边有点烫。这是第几次了？考100分很难吗？为什么人家都可以，就你不行？连书都读不好，以后还能做什么事？你知道这样害妈妈多丢脸吗？哭，做错事还哭？你再哭，我再打一次。没用的东西，早知道你后台省下来好事。阿汤，那边交给我们处理就好。反正也快关店了，我就先去休息吧。好。老毛病又犯了。现在有好一点了吗？抱歉，就忍不住。但我们也不能插手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每次看到那样的孩子，都在想，他们会怎么跟同学解释那些伤？解释了，又会有人理解吗？还是会跟我一样，害怕被发现，什么都不敢说，一样直到死前，都还是那样活着。要是没生下你多好，来讨债的东西，去死，去死！你看电视上那个女生也年纪小小就上国家音乐厅演奏，哎，钢琴学费很贵，你要好好学哦，以后这样人家问你会什么才艺才不会丢脸啊。妈妈这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你告诉我现在要怎么办，全家死一死好了。对，我要砍死你们，家里面小的没用，大的也没用，没一个让我开心的，一个一个都不争气，都是你们害我的人生变成这样。哎呀，小孩念书都应该的，拿市长奖又没什么，来这里的小朋友都拿市长奖啊。唉，又不是每次都第一名，还不是让我操心。为了小孩哦，做家长的不知道牺牲多少，他们都不懂哎。你们家女儿比较优秀啦，看起来就比较聪明懂事。欢迎光临。你不知道家里现在光是凑你的学费就很辛苦了吗？还是你干脆不要去上学啊？反正去学校也没有好好念书，还敢画图，整天搞这些有的没的，下次再被我发现就不准你吃饭，知道吗？这罐维他命带着，晚自习的时候记得吃，电视说会比较有精神哦。没钱补习就自己更努力一点，一堆人没补习还不是考得很好，考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，找到好工作才能多赚点钱，养你到这么大要有出息一点，我们全家都要靠你的。你告诉我这张是什么？说，下课不念书也不去赚钱，跑去辅导室干嘛？只要读书会有什么压力？你当我没当过学生啊？我花这么多心血就是养出你这种神经病小孩吗？请投入现金。同学，你的报告很完整也很精彩，可不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你的研究案例是来自于哪里的资料呢？哎，你脸色不太好哎，我看你昨天还去公司上班，你还好吗？哎呦，早八翘掉就好啦，反正我们会帮你点名，睡这么少身体迟早会爆掉。要帮忙的话要跟我们说，不要每次都勉强自己。从小到大供你吃供你住还不够，不知道要孝顺吗？你觉得赚这一点钱就很了不起吗？啊，哼，以为翅膀硬了全家死活都不用管了是不是？我们要是饿死全都是你害的，都是死在你手里的。这个等一下再麻烦你处理一下，客户刚刚在催我，这边手边有其他事情要处理，弄好记得马上传给我。我听那个婶婶家大儿子在台积电上班，薪水是你的好几倍耶。哎，你也去打听看看要怎么样才能去嘛，电子业那么多，随便学学就能进去啦。工作就是要钱多啊，不然工作为了什么？你这样谁都比不上。哎，我说这些是为你好。谢谢惠顾。
就是面目的一份子。